乔乔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时你加入元艺圈的原因是为了和陆总并驾齐驱，梦想好大。别说了，刚才羞死人了。哎呀，你别怕，以你现在啊，只要遇到好剧本、好机会，铁定能当上影后。话可别说太满，我现在心里还是没底儿呢。哎，也不知道这次选拔能不能。你放心，我给你找了中国最好的编舞老师，肯定没问题。 相信你，对吧？哎，秦总，乔伊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当初乔伊这个艺名还是您给取的，要不是那时您带我入行，我到现在都可能还只是路人甲。以你的资质，就算没有我们公司，也会有其他公司带你入行的。秦总，一会儿我们还有个会议。 我还有项目要谈，有机会再聊。好，嗯。秦总，我自己来吧。